大家好，相信很多花友养的茶花这段时间已经是开花了，那么这段时间呢又是雨水的季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养护茶花必须要注意很多问题。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就是要避免这个茶花被雨淋。如果说我们的茶花被雨淋，那么这个花苞里面就很容易产生积水，出现快速的腐烂，导致它提前凋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放到能避雨的地方，不要给它雨淋，但是大家也要注意不要把它放到太昏暗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放到太昏暗的地方，光线不足，散射光不足，那么也是会让这个茶花提前凋谢的，因为光线不足，光合作用太少。那么第二点就是切记给它使用浓肥，因为茶花它不是一次性开完的，像我这颗一样，它是一边开花，这边这些花苞慢慢长大，所以我们要适当的给它补充一点磷钾元素，像这种磷酸二氢钾，它是水溶肥，比较容易吸收。我们按照1:1200的比例兑上清水，给这个茶花按时按量的给它浇灌，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一次。等这个土壤干了，我们再给它浇，一定要坚持薄肥勤施。如果说我们不适当给它施点肥呢，那么它后面的花苞呢，养分跟不上，就会变得越开越小。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给它浇水要保持土壤有点微微的湿润，不能给它干得太久，如果干得太久的话，茶花的根就吸收不了土壤中的养分，那么就容易导致花苞提前凋落。那么这就是这一段时间茶花开花之后我们该怎么养护才能延长它的花期。好了，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